尊敬主最大，我是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这是请咱三个起立，咱同齐来念上帝十条诫。上帝十条诫，第一诫，我以我的名号来给上帝。第二诫，那不愿把你表给我上，不论一面被主打的给罪来受为你，要不能罪你上，那别在意，让他在意，因为我要把你上帝，万万不用不能把你上帝的回报，万不爱，万不求你的罪，对你要命到三世代，听我是我改变的。我是阮予伊比较承担第三届，那人上千名，我伫个上帝个名，因为人上千伊个名个，了我伫较无了伊做无做第四届，着一定按着伊受伊做先，人民来应该着我做伊一切个，不过第七日就是阮了我伫个上帝来受个安着。今日你爱你的囝，走命路无拄面前生，已经念伫恁中间的厝啊，一切感动难做，因为人日来要我创造天地海甲恁中间万面，第七日就煞，所以要我祝福你安息日，设立伊最圣的五界，着孝敬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。第七届，唔通惊家己；第八届，唔通偷鸡；第九届，唔通做假代志妨碍你的事业；第十届，唔通贪你的事业的事，也唔通贪你的事业的果，都无如意无如意，一切的事业一切所为。这是请咱另外徛在当心啊头来记得。世界永远我的上帝，全能的主，也是主爱怜悯我的天父。只是阮三个主子伫你的圣殿，全心听候，领受对天来稳定，阮的心内充满着感谢，感谢你疼痛我，用温暖的暖流，予我悠然有福分伫你的天年的家，也予我永生的盼望。虽然这世间有侪侪苦难，总是阮相信主耶和华要予阮有真侪阮的避难所。要将真正的平安赏赐予我。虽然伫阮的这地面上有灾难的发生，母兄弟姊妹性命死讯、财产的灭无、家庭的四散，总是阮犹原深信你的疼，犹原三甲伫阮的性命中间。恳求你接纳所有受难者的灵魂，也安慰所有的因的家属。伫面对着将来生活，拢有你的疼痛，三甲甲因做伴。也拢有你的疼痛来安慰因受伤的心灵。恳求主，也予阮会当对即届灾难中间所有人为的过程，拢会当真清楚受到调查，也当请做阮未来警戒，不过再有共款的错误来发生，造成伤害。面对着新的一年，恳求你予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拢成就有新的事，有新的稳定，有新的盼望伫阮的心。恳求你也常常帮助阮。甲人、甲上帝搁较亲密的关系，也予阮的生命得到更新。恳求上帝，你从你的光照伫阮的心上，予阮伫你的内面得到丰盛的盼望，也保守阮伫这个混乱的生活中间有安静的时，也平安进入着阮的心。虽然有风浪，总是阮的心灵要更加坚定，伫你的疼的中间得到鼓励。一年365天，每一天时时刻刻拢感受着你温暖的怀抱。只是阮强强要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上帝你赏赐信心甲稳定，哦，今仔日的义务师对着伊的讲道中间，无论予讲甲听的人，慢慢得着利益。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Thank you.
是咱大家来考验，今仔日咱要考验的是考验文第六十篇，也是《格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。考验文第六十篇，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我若有够野信心，通移山移山倒海，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恁来是宽容，恁来是主义，有恁来就袂嫉妒。为做见效的代志，为快生气，为爱不义，恁乃为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耐心。恁乃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及时。咱所办的有限，唔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，或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，亲像囡仔，讲话嘛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有无无形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，一声，安尼你是吾那未来之三永远存在，伊用上永远的智慧。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，则是记载伫《旧约·创世纪》第二十四章第十节到第二十七节。旧约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节，迄、那个罗伯对伊主人的骆驼中取十只骆驼，煞带伊主人答应的财宝，起身去米色波加米，到拿弗的城利贝亚，正查某囡仔出来抢水，伊就把骆驼跪伫城外的池边。十二节，伊讲：我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阿伯拉罕，让我今仔日有好遭遇。我当徛伫池边，城内人的查某囡仔在出来抢水。我要对一个查某囡仔讲，请放落你的水瓶，给我啉水。伊若讲，请啉，我也要给你的骆驼啉。愿迄个查某囡仔是你所听到，给你的骆驼以撒做母。安尼，我就知你施恩给我的主人。第十五节，话了讲未煞，伊要甲肩头的水瓶出来。伊是比托尼生的，比托尼是阿伯拉罕的小弟，拿父的某伊家的囝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面貌极其水，腰是十色女，也未捌有人亲近伊。伊落去井边，抢满伊的饭，就起来。第十七节，罗伯走进前，迎起伊，讲：求你将饭内的水淡薄仔，我啉。查某囡仔讲：我的主，请啉。就赶紧放水饭落来。靠伫手里，互伊啉十九节，互伊啉明白，佮讲我也要甲你的骆驼抢水，互伊啉到夜。伊就赶紧将瓶内水拼伫槽里，佮走到井里抢水，就甲伊所有骆驼抢。21节，迄个人主目看伊，念念无讲话，爱知耶和华赏赐伊顺遂的路也无。22节。骆驼啉明白，迄人就摕一个金环，当半下刻勒，两个金手环当十下刻勒，予迄个查某囡仔讲：你是一岁的查某囝，请甲我讲，恁老爸家有所在通予阮歇，啊无？伊就甲伊讲：我是离家对拿弗所生的囝，比托尼的查某囝。25节，伊佫对伊讲：我有草料，草料米粮充足，也有所在通歇。迄人就阿头敬拜耶和华，讲：着俄罗斯阿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，
伊用主爱心是款待我主人，拢无停止。轮到我，耶和华伫路上引导我，甲我主人行伊的家。以上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章。这是咱参加来讲下今仔日的经句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经句是创世纪二十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。伫咱的荧幕顶边，伊伫咱的屏幕顶边拢有。咱来读大意，创世纪二十四章十八节。查某囡仔讲，我的主，请您就赶紧放水房落来，靠伫伊手面，让伊啉，让伊啉啉啉，佮讲，我也要甲你的落落取水，让伊啉到命。这是赞美，请先我对，先我对囡仔哩。